上诉。家事法庭、郡级法院或最高法院所颁布的法令的上诉，必须于14天内递交。法庭只有在关于法官在法律上犯错或决定明显的不合理的情况下，聆听上诉。在大部分的情况下，当法令生效后，或当过了一段合理的时间后，孩童对法令感到不满或法令不可行时，方向法庭申请更改法令是比较好的。嗯，